征听说方副司令的身份后吓了一跳，连忙跑去找营长，跟他说了方副司令的身份。二人意识到这件事情有些严重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听说方副司令和战士们在聊天，吕征连忙跑去一眼，担心他们说什么话，没想到正好看见方副司令和战士在比俯卧撑。吕征连忙把方副司令扶起来，说他和战士不一样，让下桌和义子梦待会儿悠着点。方副司令还要接着比引体向上，指导员也忙跑去食堂让他们饭菜千万要丰富一点，花样再多一点。战士们看到眼前丰盛的饭菜和水果满是讶异，方副司令也意识到了什么，立刻问安雷到底是谁走失了消息。但是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大家都能看到方副司令的照片，身份暴露在所难免。方副司令告诉他们，他这次来看新兵是真的，但最近火箭军也会有新的指示。眼看要过春节了，吕征听说要移防很着急，他老婆孩子刚来还买了房子，他怎么交代啊？可安雷严肃地告诉他，全旅托家带口的战士不止吕征一个，他们也要向家里人交代。吕征很快就想清楚了，服从命令跟随全旅去往了新的战场。今天是大年三十，明天一大早下桌等也要去往新的营区，今年和往年不同，因为物资已经运走，饭菜准备的有些简单。大家情绪也很低落。吕征卯足了劲给大家烘托气氛，吕征和欧阳俊等人带头，战士们高喊保家卫国。这个新年和想象中的不一样，但大家的心是温暖的，下桌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。334旅旅长于全海听说安雷要来，自然是要欢迎的。334旅和270旅到了同一个镇的，人员还没有安排清楚，所以由于全海先掌握主动。而移防途中，安雷也接收到了新的作战命令，他全力安排指挥部队将演习当作实战。车上下桌等人看着越来越偏僻的地方更加郁闷了，欧阳俊表示一点也不意外，火箭军就应该在这种地方。火箭军总医院心理医师黄文来报道，他会在此期间负责战士们的心理问题，安雷还有些担心没有安顿好，所以让黄文先去附近的招待所。黄文想跟着他们进待机库，但这里的情况他们还不太熟悉，所以政委让他先去一营营的。待机库的进出认证不认人，毕竟是军事机密禁区，黄文也只能妥协。进入待机库后，下桌和欧阳俊、林安邦、义子梦都充满了好奇。安雷告诉他们这次不是演习，但是不是战争，还要等到按下按钮的那一刻才知道。黄文去到营地，见到了这里的班长王显明，参军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一级军士长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叫。文书叫王显明风水先生，他是参军多年的老兵了，爱鹅爱狗。待机库分为生活区和战斗区，众人充满好奇地参观了这里。班长告诉他们，他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学会生活，听说不能接触设备，大家还是很失落。下桌和欧阳俊被安雷叫了过去，二人十分紧张。
安雷很欣赏他们，问他们为什么放弃500强大企业来到火箭军。安雷临时接到通知要去开会，便把这里交给了齐鹏，他想和夏桌他们多聊几句，所以让夏桌和欧阳俊在这里等他回来。去往基地开会路上，突然有辆车出现，司机下去询问，却被车里的黑色枪口直指头颅。